这顿饭怎么吃？这酒怎么喝呀？没事吧？多出来就说吧。 是你现在唯一的出路。任何企图反抗都是徒劳。跟你走？跟你去哪儿？有可能是天堂，也有可能是地狱。你就不怕我砸了你们的天堂，掀了你们的地狱吗？视死如归的中国人，见过；苟延残喘的中国人，我也见过。 不知道你是前者还是后人，那你就睁大你的双眼看看吧。带走。 Thank you.
哥，这怎么着？瞧你这意思，还想以身相许啊？我不跟你开玩笑，完全有这个可能。 青叶，你把胡志高藏到哪儿去了？一个谁也想不到、猜不到的世外桃源。这儿哪有世外桃源啊？科长，请跟我来。 把我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？胡志高，你起来吧。科长啊，你来了。这里果然是谁也猜不到、谁也想不到的世外桃源。青叶，你很有想象力啊。多谢科长夸奖。他是有想象力啊，可我被吓了个半死啊。怎么？ 您看看这四周啊，除了我一个人之外，这剩下的都是不会喘气儿的。这里阴风习习，好似鬼哭狼嚎，真是哭不及了。你只有在这里才能保住性命。是啊，是啊。我要是被吓死了，还省得你们抬了。 怎么睡着了？你到床上再睡一会儿吧。不用了，我睡够了。这样我出去给你买早点去。看报，看报，重要新闻，重要新闻。看报，看报。 小心烫啊！你昨天晚上吐那么多，这肚子啊早就空了。喝点这个热稀粥暖一暖，你会觉得好受一点。哎，小心刺儿。你挺会体贴人的。哎，我呀，经常喝醉，都有经验。经常喝醉。 一醉解千愁啊！你有愁事吗？那没愁事的，不成猪了。这高兄，这伤口还疼吗？哎，今天我准备了一个记者招待会，想让你在各大媒体面前亮亮相。什么？让我亮亮相？对啊。哎呦，可。 那赵宇啊，还没有抓住，他们潜伏的人员啊，还没有肃清。您说，我这时候亮相，哎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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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科长啊，这俗话说呀，伤筋动骨，一百五，子弹给我钻了这么大个一血窟窿啊，哪能好的？
怎么这么快？这不是我娇气啊！这现在呀，这疼得还大气儿都不敢喘。哎呦，这头发昏，眼发花，这两腿是发软。哎呦，你看，这天旋地转起来了，这，哎呦。看来你这个身体是真不行啊！绝对不行啊！真的。哎呀，好吧，那我只能忍痛割爱了。怎么？从严治军最根本的就是赏罚分明。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功臣，松下司令官本来是想让你做警察局长的。 听说什么？让我当警察局长？对，但是你现在的身体恐怕不行。遗憾，不遗憾，不遗憾，我的身体没问题，真没问题。不，身体是最重要的，好好休息。科长，我就是咬碎牙，我也要挺住。<笑>好。 是自己跳的楼。这位兄弟是个男人，是条汉子，他是宁死也不肯当日本鬼子的俘虏。我就佩服这样的。兄弟，你放心，你的仇我给你报了。这笔血债，一定要让日本鬼子加倍奉还。你怎么报？这个，我。 我说着玩的，说着玩儿啊，吹呗，反正吹牛也不上税。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君不可一日无帅。时间紧迫，你马上走马上看。哦，对了，下午1点钟我来接你，我们一块儿去参加记者会。是。 你干什么去？我回去歇歇。你骗我！我怎么骗你了？你一定是去为这位兄弟报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的话，必须要带上我。你？对。不行不行不行。 说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铁军死了，他死得很壮烈，可你为什么又活着回来？你是说我怕死？我走以后。 麻烦你们照顾好我那80多岁的老娘。再有，告诉老板，我的追悼会就不必开了。你想就这么简单的去死吗？这有什么难的？手指一勾，一了百了。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。面对死亡，连眼睛都不眨一下，这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军人。但我更要的是。 要死，就战死在沙场上。
你们五位都是享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黑带九段高手，我现在要交给你们一项极其重要的秘密任务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奶奶，你是我祖奶奶成了吧？我说你能不能别像尾巴似跟着我？叫什么也没用。行，那我上茅房，我拉屎撒尿，你总不能跟着我吧？你拉吧，撒吧，我在门口等你。哎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什么都不用说，说什么也没用。反正今天呀，你休想甩掉我。 太白远，我向你检讨。都赖我完成任务心切，操之过急，不但牺牲了铁驹，连胡志高那个王八蛋也成了惊弓之鸟，恐怕以后他不会再住在医院了。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，我就不信他无戏可乘。 可是胡志高那个王八蛋太了解咱们的手法了，所以我们就不能按照过去的老套路出牌。局长，行，你请吧。今天。 是一个大喜的日子。胡志高先生出任这里的警察局长，协助我们大日本帝国维护这里的社会治安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日中亲善是坚不可破的。下面我们就请胡局长为我们讲两句。 诸位，胡某不才，承蒙铃木课堂抬爱，斗胆担起警察局长这副重担，今后还得多多仰仗各位记者小姐和先生们多多帮忙，助我胡某一臂之力。 走了，我一早上没吃饭，饿得前胸贴后背了。那边有饭馆，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胡局长，你先回去吧，坐我的车。您呢？把你先送回去，再回来接我嘛。上车吧。 科长，您怎么连您的座驾也让给胡志高了？因为我不想成为移动靶子。移动靶子？对啊，胡志高现在等于是公开露面了。我想，向他瞄准射击的人，不会没有吧？ 前胸贴后背了吗？怎么菜上来也不吃了？啊，这是我这个人吧，我特别没出息，我
现在有点内急，我啊，那个小二，来来了，小二，来了。哎，你们这家店在哪儿？方便？在后院。啊，那个我过去一下，对不起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个犊子，事儿真多。此时不走，更待何时啊？漂亮的小姐跳舞，也是鄙人的荣幸。往哪儿跑？干什么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认错人了，认错人了。不好意思，小姐，我恐怕要失陪一下。这么快就要走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回来找你的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又让他给跑了。谁跑了？赵宇。赵宇，你在哪儿见到他的？在送我回去的路上。你敢肯定是他？同他甩掉我那干净利落劲儿，非他赵宇莫属。
队长，你这儿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白忙活。果然不出我所料啊。你这还是为了没当上警察局长这事儿吧？啊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像伺候爹似的伺候他，那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为什么警察局局长的位子不给我做？啊？反而给了那个胡志高。木已成舟，你别想了，想啊也没用，是不是？老子咽不下这口气。咽不下咱也得咽呐。日本主子那儿你得罪得起吗你？日本主子我是得罪不起，可是姓胡那小子，爷爷我不伺候。犊子，你到底跑哪儿去了？兄弟，这谁家娶媳妇儿啊？什么娶媳妇儿啊？这是新上任的警察局长，今天晚上要在这儿大宴宾朋。新任警察局长，就是报纸上登的国民党军统特工刺杀未遂的那个。今天晚上的宴会，我看还是算了吧。算了怎么可以呢？我是怕为了一顿饭丢了脑袋。你什么也不用怕，我会派重兵严加保护，届时我也会出席的。真的？我们酒足饭饱之后再轻歌曼舞一番，这是多么惬意的事。这是什么？黄爷，这是我们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给您下的请柬。给我吧。你们这个新局长是什么来路啊？据说是从那边过来的。那边来的？一个国民党的什么副站长。黄爷，今晚7点半，锦江酒家。好，我明白了。有情况及时汇报。怎么回事？胡志高，这个王八蛋，竟然当上了伪警察局长了。他仗着他日本干爹撑腰，现在这小子居然敢公开抛头露面了。他真是活腻了。今天正是他新官上任之际，所以他要大宴宾客。在哪儿？锦江酒家。锦江酒家？刚才我的眼线反应，那里的豪华雅间都被这小子包下来了。好，我们就在那儿下手。胡志高这个王八蛋，现在警惕性非常高啊！每天不但有几名警察全天候的守护之外，铃木也派大批鬼子兵进行严防。恐怕我们想贴近他身边下手，太难了。另外，还有一个人不好对付。谁？神探方啸天。他？要么他是朋友，要么他是敌人。好了，我们别再为了这个方啸天绞尽脑汁。我决定
今天晚上我自己去锦江酒家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你自己去太危险了，还是我们一块儿去。人多目标大，一不小心又会打草惊蛇，还是我自己去。那好吧，事成之后，你去五号联络点找我们。五号联络点？嗯，西山宝光寺。好。只有那姓胡的小子死了，局长宝座才能归你，要不然他不死，你想破头也没用。有话说，有批判。八嘎！陈丹克，你说什么呢？哦，铃木科长，我不知道是您。陈丹克，你给我听着，今天晚上7点，你亲自带着你的侦缉队到锦江酒家去执行安全保卫任务。听清楚了，你亲自带队。得了，老子非让你死，想要你的命人多着呢。老子来回借刀杀人，不去不去，我坚决不去。哎呀，新任警察局长的面子你都不给了。面子？他还有面子？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面子。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我怎么说呀？我就这脾气。要不让一博去？让他去。咱家没个人去不好，再说了，年轻人也爱凑这个热闹啊。你还说呢，我花了那么多钱供他去上名牌大学，就希望他毕业以后能够正儿八经的找份工作，好好的成个家，娶个媳妇儿，为我们老黄家传宗接代。现在可倒好，整天就无所事事，游手好闲，他懒得都快变成一堆臭肉了，也怪你，就是你把他给惯的。我怎么惯他了？你还敢说你没惯他呀？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啊，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，你那点私房钱都快给光了吧？没有。你还敢说没有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您就少说两句吧啊！一博打小就没娘，您又成天忙忙碌碌的顾不上他，就算是我多给他一点儿，不也是替老爷您多尽一份父爱吗？哦，胡子哥。报告！你干什么呢？报丧的。我说你小子是不是白日做梦娶媳妇儿啊？啊？我做梦娶媳妇儿。这回我真娶回媳妇儿给你看看。我正在城楼
关山啊近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。报告局座，有人求见。谁呀？我。你是谁呀？鄙人方小天。哎呀呀，您就是大名鼎鼎的神探方小天，方先生，坐，快请坐。坐就免了，我就说几句话，说完就走。几句话？今天晚上你最好哪儿都别去，把自己关在家里，踏踏实实的睡一觉。这是为什么呀？为什么你不用管？要是你不听招呼，擅自外出，万一出现什么意外，别怪我没有提前通知你。这，我这都是为了你好。这我知道，可我又不能不去。小子，腿长在你身上，你不去别人能抬着你去？我是不想抛头露面，是铃木科长不让。哦，我爸为我又训你了，你听见了？哎呀，我只听到了只言片语。哎，我爸到底说了什么？没什么。你告诉我。哦，这是你爸让我给你的请柬。是去为这位兄弟报仇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去的话，必须要带上我。蓝小姐，其实我也很想跟你在一起，可真让我带你去与日本鬼子去拼去杀，你让我这大男人的脸往哪儿搁？刺刀见红杀日本鬼子，本来就是我们男人的事儿，你就是再骂我再恨我，我也不能让你去。
墙铁壁。天空飞翔无数的子弹，大地燃烧无尽的火焰。家家，大好的河山为何要遭此苦难？战，我要捍卫祖先。战，我要捍卫主权。战，为了最后的尊严。主权，战，为了最后的尊严。